娘您看，那一株并蒂莲开得好生漂亮啊。今日一莲双开，那正是神佛庇佑，大帅府必定要双喜临门了。这份啊，是第七个，明日之事就拜托各位了。告辞，不送。弟妹，我已经帮你打听清楚了，那个女人名叫马春花，是个跑江河的，这王府里的规矩是一点都不懂，她又能待得了多久呢？姑娘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试一下。整天苦着脸皱着眉，都快成关老爷了。二位让下来。